因为我也没拿到多少个。我在上面，这下面这个不是，是上面这个。哦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声音了。把控开始。怎么样？哦吼，但是这第五名跟第六名有点远，而有点相差很太近了。66,000是吧？好，66,000。所以我们先打完一关，这绝对有一关空间。我们先打完一关，我们再来计算。三阶的车子跟滑轮力这一件事情我不太会，然后角色的部分我要把所有的武器角色通通收集起来，我能做到的角色部分只剩下这个。其实我角色也没有必要收集，但是好看的还是要把它收集起来。我之前有承诺说，设法都要抽到的那些角色，我还是要抽出来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水管，所以不能用抽到的直接又买的，但是我会等到精选的时候再给它买下来。那么这个巡回钻呢，是价钱说的我已经有了。我应该只会买碧琪公主、黛西公主、罗杰塔跟奇诺皮科这四个的那个大版本。太晚了，不玩了。好像还有一关也只有二阶，我在这里好像还有一关还只有二阶。我这一个有处理，这一次有处理掉一个车子二阶的，好像还有一个车子二阶的关卡，找一下。这个没有啊，对，我是处理掉这一关，这一关我已经把它升起来了。好像也是阿姆斯特丹漂流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特殊关卡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特殊关卡上。在哪里啊？这个 DK3 吗？不是，马六赛道这个超基本应该是不太会。我想一妈也不是。我得花一点时间找一下。分数方面上升完所有的超级物品，我才会去升稀有，所以那个角色的方面上可能还得再等好一段时间了。滑翔翼是目前进度最快的，同时也是缺最多，也是缺最多的。我
我猜应该是缺最多的啦，其他还没亮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炮弹刺客飞船，吹波，啊，找到了，车车，一台橘色车车，我找一下，这个是这个没错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哎，100块，好，买了。好，那我这样子一一解锁。那如果红宝石不够的话，然后我那个比赛项目有出现二阶的话，以比赛项目为优先，再来就是比赛项目之后，再来是角色精选，然后再来才是这里面的。然后这里面以精选，然后这里面如果有精选，就先用精，就先买精选。然后如果没精选的话，就先看到什么都没，再买什么。然后有缺的，我会把它拍下来记录下来。那目前这个巡回赛里面呢，所有的角色特色滑翔翼，我印象中全部都三阶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反正这个会一直循环，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。我现在18000哦，所以我还有28000的空间啊，感觉这一关也可以认真打，来认真打看一下。哎呦，我设我结束的时候可以10000，所以我最顶多18000分，应该没问题。火箭起步112分。看我这一关还蛮给力的，我看有我看那个好友排行榜里面认真冲的，其实也都有过70000，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有过60000，应该，还有可能性就是这些赛道都已经相当的常见了。不只是常见了，而且出现有一段时间了，那么就有比较多的角色车车滑翔翼可以为它进行加成的功用。当然也未必了，现在可能已经没这个说法，因为没在更新了，可能已经平均下来了。哎，对，我还在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秘服装，他们原本有写说，如果随着秘服装的增加，他们有可能在之后会新增，可以加到分数的上限。但目前我们已经没有在新增秘服装了，所以就大家看一下那一句话还在不在。如果那一句话不在的话，那。确实不太有用啊！如果还在的话，那有可能是官方在酝酿，要不然就是真的。搞只有第二名，不是正在酝酿说未来，不然就是认真的啦。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不是我要的位置吗？来，我看一下秘服装。啊，这里还有血，但他现在已经没在增加啦。他这里竟然还有血。哎，我停在这边好了，上面有点挤。OK， 现在还有大钻奖牌活动，不是大钻奖牌，那个什么冲刺时刻加成。不用，其实抽到这一种三张普通升级票券，或是两张稀有升级票券的，其实都还蛮稀有的，都属于是稀有奖品。然后我那个。
票券才刚到200多，刚才要抽出10张又给我弄到300多了，靠呗。搞，今天又获得了20张票券啊，我私下也打了一下。哈哈，把你升到7等，想不到吧。因为我也只剩下这些人可以升了，而且我就把分数由高到低给他升出来，之后有可能所有角色全部都3阶哦。干，一个道具，一个道具还是队友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我来看。接下来就是长达40分钟的多人游玩。自动模式啊，又要自动模式。香蕉皮，红龟跟香蕉皮是吧？那我们先自动模式，选个比较短的，好像都一样哦。没关系，最欢乐的，帮我洗钱钱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自动模式是不是没有那个、啊？自动模式好像没有分那个，分好像没有分那个分队伍。哎，自动模式好像没分队伍。嗯，好像没分队伍、啊。呼呼呼呼呼！哇靠，好爽哦！哇靠！啊，果然没有分队，我都没有看到那个，我都没有看到粉金币。哇靠，这也太爽了吧！直接把钱钱全部都送给我。就是这一场是真正的战斗的话，会有多爽？有人跑到前面去了，香蕉打到了一个人，飞弹过去了。怎么没有人？第二名吗？竟然走密道了，然后就被超过了。这个弄得不错哦，打下打下，哎呀，没打中，可惜。哎，也不错，我们又来人了，又有吸尾流了，直接遭到惩罚。赶紧过去敲喇叭，后面等一下很开哦，喇叭开起来了，但是好像没打中人，或是我没看到。终点线在那边，好，看来这个手势应该是第二名以下。我没有分啊，可惜啊。又一张加速票券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多人游玩又要再得到一堆大道具票券，不是道具票券，不只是道具票券啊，还有加速票券，啊，难受了，我要洗钱钱，金钱之力，
没肉配对时间超过了，怎么不可以让我直接第一名到最后啊？没落啦，这款游戏。我看那个马车吧也差不多 the end 了。卡 bug 局啊。是卡 bug 局啊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按错了，按成，哎，按成对战啦，对战太难打了，不太想打，而且对战还蛮花时间的。瞎我眼呐！看再看2020动态回顾，干闪瞎我眼呐！画面真的太亮，还以为我在会员里。哪来的？可以啊，你想干嘛？哦，不对，他这个红龟怎么没打他？是敌方吗？啊，他刚受伤完毕是吗？有这个解释的解释方法。哇，我不为自己的队伍争取荣耀了，要么就是跳槽而来的。拿到了一个2023动态回顾。
2023 Twitch 回过一个徽章，有点没意义，但还是获得。我刚才有用红龟打人嘛？我刚才那个红龟给我跑过去，不知道打谁了。哎，不对，他没打人，他连打都没打人，就直接绕过去了。然后我还要香蕉打人，没打场，打十场。得到了羊妹妹。刚才怎么有一个蓝色的东西闪过？是谁？我又听到蓝色的声音了，然后在后面爆炸。这库巴最可怜，在后面，即使在第四名的自己竟然还被蓝龟炸了。对队友还蛮残忍的，哇！我开了和无敌西西，竟然只为了一个对手。残忍。正义永远是最大的。有了，落水啦！对呢 ，bonus 弹。我刚才是不是又没达成任何一个任务？好，我要决定了，香蕉与红龟优先。像前面的人都好，没有，这个是别人，来打他，打他，感谢帮我甩尾，稳住我的车车，哇，甩飞了，我要不然就吃掉你的红龟了。这次好像没有护龟啊，何时可以给我一点香蕉？我在前面就应该给我香蕉了，对。打到啦，打到啦，打到啦，没打到其实也算啦。翻到护花队只有两个人，可悲，太可悲了。哦呦，这个护花队会赢，这护花队会赢。七七七。
他放了。Not bad, not bad。但是你其实第五名以下啊。哇，酷霸队真赢啊！酷霸队太扯啦！刚才两个酷，刚才输给两个酷霸队，可恶！哇，一个酷霸队了，要输了可怎么办？要香蕉，我香蕉不能去打一个人，红龟都还没打到人，那红龟就是最好打的。对耶，我都没有把道具关掉。啊，可以走了，差点做到无敌星星了。他是变大了，我靠，没注意到。打自己人啊。哇，第一名都不见了。不是了，阿贝，还有第一名出来了。其实我到目前为止用了多少，打了多少的。难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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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龟，干谁揍死我的红龟？啊，对，好像还是现在还是队伍，我是揍，我还只能打唯一一个人。那我这红龟几好了，不好。哦，别出事啊！还真打地人啊！哇，酷霸队获胜！
库巴队获胜。难受，不然现在还要一次啊！什么？我要跳槽是库巴队，我才有办法拿红豆打的是吗？出事了，阿飞，屌虐啦！嚯、哦，那个唯独的升旗刚竟然开出了蓝灰。不会终于算一个啦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至少都还是要打十场的。屌虐！香蕉好像已经达成了，我们现在专注于红龟。屌虐！哇，又是屌虐！可以悠哉的取得分数。打人啦！
这个苦，哎呀，他太可悲了，还要被蓝光打。而且还派一般的球球，他不会，他会超超超超超。他好像有写到日文的库巴，然后还写到最强的库巴，哎呀，他这首是要为库巴队。他为库巴队做事。哎，是不是？我也读不出来。好上啊！他要赢啦！他赢啦！我的香蕉不见了，我要写我香蕉好，应该已经打死两个库巴队，然后都快珍惜单位。可怜。火光爆啊！这个，哇，可怜！对，直接拿大香蕉来处理不就行了吗？我都忘了。屌虐啊！真是屌虐啊！老子不干了，退出！干，怎么还有？哦。还有一个红龟，我还要再打一个。然后我看起来好像还需要再两场。先把速速，都时间都已经超过了，因为我今天有点晚开。没有，我今天晚了半小时。
再两场。目前正憋着抽奖，然后还有那个用红龟打一个人，设法用红龟打一个人。我只要让他测到他只要有说有就可以了。有人坑了我的香蕉，那第一名还可以后退一下，打自己人呐！来了啊，啊！刚被阿妈打了，被阿妈打下去了啊！红龟，赶紧！有人好像吃我道具三次啊！这个炸弹比加农炮吧？炸什么呀？我还没打到红龟人，我还没用红龟打人呢。干我的红龟，妈的嘞！嘿，好没红龟了。
啊，又要再多打一场。红龟啊，何时打到人啊？一直被阿嬷打，啊，我家怎么吃？儿子要让我抽红龟啊，我红龟他妈都还没打人呢、啊。对啊，红龟出缺一个啊！红龟啊，妈的！那我抽红龟啊！
库巴队都会比碧姬公主队人多多了。这场一定要把握。干！干！我怎么被挡住了？他小我怎么被挡住了？那我道具去哪了？现在剩下一个方法了，直接去对战模式打了。哦，我真的是没办法抽到红龟，系统都不给我红龟，他妈是在冲杀小，不给红龟，然后你又要我红龟达成。很故意哦。妈的，都不给红龟，然后你又要我红龟达成，这他妈互相矛盾啊。暴气了，直接对战模式走起。不管我死了还是活着，我他妈都能使用红龟。这么多库巴队在这边。会杀人，只要把这场游戏给打完了。这周都很像跳跳。对，这样还不错。刚说完对。哎，这不能狂了。
咬老圈屎吗？陈真接受你的道歉。平手。好像都算获对方获胜。哎，不对，两边视角都好像是自己获胜。终于啊，赶紧的。现在那个第二周都希望弄到一小时哦。抽奖。还蛮多的，我可以抽很多次。啊，不错哦，稀有的，稀有的东西。这个我不需要。又给道具票券，道具票券花不完啊，救命啊，被道具票券给压住了。20连抽，嗯，全部都变成钱钱了。抽到三个超级啊！今天总共获得了六个超级，但是全部都是不需要，就是已经拥有。哇！又多出了九张的滑翔翼票券，今天总共获得了14张以上的票券。没了，可恶！好，先升其他的。这个。今天可以玩到这边了，我们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这个困难挑战打算要从下一张我们再开始做，所以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两个礼拜的时间还可以再休息一下，大家就要认真了。好，拜拜，赶紧，一小时过去了，拜拜。